由新北市文化局主办、新店区公所承办的2016新店西游记活动，11月12号将在碧潭东岸广场及阳光运动公园热闹登场。现场将展出由地方学校、社区、社团民众共同制作的新店地图，各有丰富的人文故事和特色。另外，活动当天还有草地音乐会、艺术生活市集，以及脚踏车装置艺术采街活动等等，欢迎民众一同共襄盛举。由北新国小小朋友带来的热情拉丁舞，为2016新店西游记活动记者会拉开了序幕。为了让在地民众也能一同挖掘并参与在地艺文，这次的活动其实从8月份持续到现在。而在这个周末，也就是11月12号，将在新店碧潭风景区东岸广场以及阳光运动公园展现成果。除了有脚踏车装置艺术采街，还有社区民众组成团队制作的新店地图展出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活动的内容相当多元丰富。沿着我们那个步道啊，脚踏车步道啊，然后就这样子沿着溪啊，在做采街啊，然后这结束点是在那个碧潭东岸。节目可以讲说非常的精彩，晚上还有晚会活动啊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欣赏这个难得一见的哈艺术飨宴。在记者会上，主办单位也让在场的来宾先感受一下草地音乐会所带来的轻松氛围，邀请创作歌手自弹自唱。而活动的当天还将有艺术生活市集，可以看到许多在地首创作品。新店区长林煌源表示，这次的活动结合了地方上的学校、社区及团体，在前期的社区探索的部分，更可以看见大家挖掘出来的精彩故事。未来这些也都将会集结成册，让更多市民朋友能够一起分享新店丰厚的人文特色。社区探索动员了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的参与，大家都非常的有爱心、有热心的，希望去把新店哦这些文化啦、艺术啦哈，隐藏在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角落的哈，这些把它给挖掘出来哈啊，其实挖到蛮多宝的哈啊，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次活动，我们希望说把这些活动的这些成果做一个发表，发表之后，我们希望说把它给啊这个制作成册哈，来分享给我们啊所有的市民这些好朋友。新店区公所表示，活动的当天到现场打卡按赞或捐赠发票就能够换取摸彩券，同时欢迎大家一起参与社区地图投票，一同来体验新店的好山好水好人文。记者杨邦友、赵芳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